前段时间，胡师傅在宁波余姚的神驰兴隆红旗 4S 店买了一辆轿车，总价296,800元。像我这种年纪，也是最后一辆车了。那时候说呢，我想开上红旗车，是这样的。3月9号，胡师傅来 4S 店提车，他说刚拿到车子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，车子无法发动。这个他说电瓶没电，一边检测一边另外开一辆车，对，那个电线哪里搭？那大电呢才发出来。后来检查电池有没有问题、啊、电池他们说没有问题，但是这个我不是专业，我也不懂。胡师傅说车子发动起来后，他开车和 4S 店的销售一起去上牌，结果在上牌的地方又发生了意外。挂档挂不起来，就是从这个P 档挂到 D 档，这是行走啊，就是行走呢挂不起来呢。然后呢我说了一下，我说这个挂档怎么挂不起来，那他们不是随车去那个办理相关手续的工作人员，他上去呢挂了，他可能超速了2分多钟，这样子呢他挂好了，然后呢他就这个车呢就好慢慢呢就是抬速，很慢的，这样子很慢的话呢，我在旁边看到，也就是5-6米远那个地方，我在旁边看到呢，我一着急起来，我说刹车刹车，这样子的，这样一直叫他，他没踩刹车，慢慢溜到4-5米远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边上有一个铁皮的护栏呢，可能是他的心里看到都撞上去一截呢，一脚油门一踩，哦，这样子就冲过去，就撞在另外一栋房子的墙上去了。车子目前停在 4S 店，可以看到从前保险杠到引擎盖再到挡风玻璃，包括左右两边的后视镜及车漆都有受损的痕迹。我的就是伤心不得了，这么好的车没上牌就出了这个事故，就是说换一辆新车同款同价的行。胡师傅说更麻烦的是，开车撞墙的那名 4S 店销售没有驾驶证，保险无法赔付。他之前跟 4S 店提的方案是换一辆新车，沟通不太顺畅。宁波余姚神驰兴隆红旗 4S 店的销售经理说，公司认为员工无证驾驶属于违法行为，责任应该由个人来承担，会配合胡师傅与那名员工沟通。我们的意思是说，一个他是违法行为，那需要他是出来承担的，那我们这边的话也是积极配合在做这个事情，那我们就一起跟他们去协商啊，我们带着小明一起去协商。有没有说实际的一点东西，比如说直接去修车，或者说先行提供一辆代步车这种？那这个目前没有，因为客户的诉求还没办法达到，没有达成这个协商一致。现场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了当时销售小明。那承担的话，那我肯定是认的呀，我肯定是有责任的呀，承担的话我肯定是会承担的，但我不可能全部承担呀，跟公司协商吧，看一下怎么样。 4S 店的经理说他希望等负责人出差回来后再进一步协商。胡师傅愿意等一等。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